心和慈悲心有什么区别？该如何更有效的培植和增加菩提心和慈悲心呢？啊，傻姑娘，告诉你，慈悲心那是一个人应该拥有的，对不对啊？是以慈悲心，它跟那个菩提心是有区别的，因为菩提心它是已经里边拥有了菩萨的智慧，因为菩提就是菩萨的智慧才发出来的慈悲心，悲悯众生的心，而慈悲心每个人在本性当中都有的，它没有升华到菩提心，听得懂了吗？哦，听懂了啊。啊。就是师傅，那就是我听见听您说放生是可以增加慈悲心的，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？放生可以增加慈悲心的，还有经常想到看到人家可怜，肚子里脑子里经常觉得这个人很可怜，这个跟放生一样，也会增加你很多的慈悲心的。你看谁都可怜，你就去看他可怜的地方，你这个人慈悲心一定有。嗯，明白。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，谢谢。